欢迎来到不知道玩什么单元。Yeah， 我是 Nico 夏内裤，我是凋零的碳醋吊菜。每次听你介绍这个，我都不知道讲什么。好啦，今天我们要介绍刀神，已经介绍过了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大雄哆啦 A 梦的月球探险记。直接进来，直接进来看。哎，啊，阿弥陀佛。心里好平静。这就是一开始的那个啊，就跟卡通里面跟卡通一样啊。哎呀，哎呦，大雄银邦经典的房间出现了。大雄，我迟到了。他最好的。第一关。阿基妹，马西达，哎呦，超简单，你看，结束了啊！所以这到底要干嘛？游戏啊！啊！炸弹呢？炸弹应该在我屁股里面吧？怎么觉得很痛？他会死？还是你就只能反拳吃完？这是之前，我操，这音速小子是。啊！结束了啊！你这种游戏都过不了关。来，阿七妹啊，嗨，好，帮我记一下。这大雄啊，你行啊，哆啦 A 梦。静香，哎，静香团，静香。好，大雄，最开始。放不放？这个，哎，好像是。他旁边那个是刘德华，哎，对，刘德华，哎呀，对对。过关啦！所以我们可以拿到什么呢？哎呦，哎，这个东西比较多哎。我们一关才大关。他拿了一些道具。大雄的。大雄的水龙头。建设，他可以建设。哦，我刚刚拿到小竹子。哦，过一段时间就有竹子了。我竹子好像有点想碎了。没有，这游戏应该是最给小朋友玩的。这款游戏如果五分，你给几分？我给四分啦，因为是哆啦 A 梦。啊，好嘞，我三分好了。我觉得它贴纸这个蛮有趣的。我也差不多三分左右。然后不过我觉得这一款游戏还是比较适合小朋友。我觉得小朋友玩会很开心。你看，连我们玩都蛮开心的。我们那几个大男生，对，会有回到童年的感觉。对啊，还不错哎。这一款游戏如果比如说家里有家长想要玩干嘛，就来留言下面密我们，因为这一片我卖你。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小朋友。对啊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。那今天哆啦 A 梦这一部推吗？小朋友的话，小朋友推啦。可是如果大人的话，怕会觉得无聊。嗯，怕会无聊。不然就是你很喜欢哆啦 A 梦，我觉得还 OK。收集，因为很好笑，很好玩，可以收集。OK， 那今天的不知道玩什么单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那期待我们下一集。我是内裤侠，我是凋零的蟾蜍。再见，下次见，拜。